一方面呢，就是扩区呢有利于为前海的深化开放和改革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。经过十余年的开发和建设，区域范围的限制呢，已经成为制约前海改革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。前海扩区可以让其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载体更大，更好的在重大改革任务方面呢先行先试。可以说呢，扩区呢是为了深化改革开放，扩区呢是个手段，通过扩区呢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呢创造条件。另一方面呢，扩区呢也有利于为香港创造更多的机遇。深港合作是前海的使命所在，也是前海的特色优势。目前呢，大量香港现代服务业企业通过前海进入内地市场，然而呢，受到区域范围的限制，这些企业的发展需求呢，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。扩区之后呢，前海合作区呢，可供产业发展的用地将大幅增加，能够更好地发挥香港的优势，提升深港合作的能级，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呢，提供有力的支撑，也可以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。